陈道明和老婆杜宪夫妻两人非常的低调，曝光率非常少。近日凌晨，某知名博主通曝光了一组陈道明老婆杜宪的近照，照片中杜宪一头干练的短发，围着蓝白色围巾，时而和工作人员交谈，时而在台上主持节目，笑容可亲，非常的知性。虽然将近六十岁了，但依然很漂亮。据悉，杜宪1954年9月23日出生于北京，曾做播音员，他端庄高雅，当时很快被全国观众接受，在事业上风生水起。在主持岗位工作了11年后，他于1992年6月离职。如今已经59岁的杜宪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。杜宪与陈道明刚刚认识的时候，杜宪尚在北京广播学院就读，陈道明也只是天津人艺的一个不知名的演员。两人的初次见面是通过朋友安排的。陈道明曾透露自己和杜宪在天津相识，但那时的自己还只是无名小卒，而杜宪则在北京属于有名的播音员，但二人却相识相爱，于是才下定决心考中戏，根本目的是在于不与妻子杜宪两地分居。1992年，杜宪生下了女儿陈格。